今天呢我們在這裡試一條新路，灣仔不繞道現正通車。咩路我都未知喺度，明到啊！唔好行，唔好撐快大佬。哦，呢度仲有個要養佢哋嘅。開通啊！一日落到隧道口又係五十。啊，而家八十啊嗰度。佢第日呢度有條線可以直頭入嚟喎，喺下邊。應該啊。直頭係添啦。三百幾億，就係個窿啦。嗱，而家我哋行緊條咧就三百幾億嘅隧道費啦，隧道啊，灣仔不繞道。啊，呢位梁師兄咧而家超速啦，呢度行五十嘅咋 ？BB 聲啊！有些可能冚咗嘅，睇唔到。抽不斷抽，不斷抽成個水色，水底嚟講嘅海底。O K 啦，算係咁啦。哇，三百幾億喎，大佬仲 O K， 覺得好似。大佬喺個水底度嚟做嘢，又要開好似運河咁，間開先至做喎，大佬。幾大工程，
咪呢啲水積啊？係啊，滲出嚟㗎嘛佢。地底滲出嚟喎而家。啊。唔喺上面滴落嚟喎。踩得住都是都不好。这个流水啊，这个不是应该水喉来的。這個路口在頂樓，是啊，當然是頂樓啦，底樓就洗了，真是一塌糊塗了。咦，這裡不是炮，這裡差不多是東朗來的。看看公司又怎麼設一撚就響了，全程50就不響。四路四路全部都是四路啊，全部幻覺來的。這裡都剛剛鋪過的，是啊，翻鋪這個位置可以出去，好，又到我來了。